因為你參賽當中係王成懶與贏，thank you.
在我身边，每天为我想日日想你，让我的每一天也是晴天。怀着满腔热情，藏在我心里。
Yeah.
到咧，其實係喺初賽嗰陣時咧，其實我好緊張嘅，我比賽嗰陣時，咁其實即係今次係我第二次參加比賽，咁但係到今日嘅決賽咧，我就完全放低曬啦，咁希望就學所有評委講，enjoy 舞台，所以就係著住咁樣唱俾大家聽，多謝大家。另外咧，我哋有六位嘅優異獎，除咗冠軍、冠軍之外咧，咁以下咧就係呢六位咧排名不分先後嘅，因為佢亦都係今日參賽水準比較高。第一位係蔡偉君，第二位係蕭敏瑤，第三位係旭旭，第四位係 Jimmy， 第五位係余建雄，第六位係陳振榮，請佢哋話，俾啲掌聲佢哋呢六位係今日嘅優異。請阿 Michael 翻下呢啲優異獎俾佢哋嘅，佢哋真係都係實至名歸嘅嚇。好啦，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就攤下我哋冠亞貴賓嘅嚟嘅時刻啦。噔噔噔噔，你哋已經嗌出嚟啦喎，係邊個啊？第三名係 Angela， 哦，好神啊！Angela 係唱《大雨》非常精彩嗰、那個，有啊 Michael 翻俾佢，好好聽呢、這個，佢啱嘅《大雨》係非常難度好高，係咪啊？再次俾啲掌聲佢哋。好啦，我多謝今晚我睇下我洪老師喺邊度啊，洪少洪，我哋個靚仔，喂啊，好啦，我哋嘅亞軍，你哋嗌下邊個咯喎？黃家陽先生《反高潮》啊，佢其實兩首都好精彩啊，亦都係實至名歸嘅。好啦，我哋最後咧，我哋請劉和一間影一相嚇。好，我哋影完相相啦。好啦，最後嘅冠軍，你哋嗌出嚟好唔好？邊個啊？我哋有請我哋嘅老主持人 Michael 攤下呢個冠軍獎杯。是誰啊？我都很喜歡這首歌，因為看到這首歌就想起怎樣呢？我的眼睛很漂亮，是不是啊？是誰啊？叫一下哇，他的眼睛好像跟我說話一樣，他要唱歌時哇，我沒有說你知道誰，他們不斷眨哇，他說這首歌讓他上帶表情和心，令我很深深感動的黃智秀小姐是冠軍今日嘅話係唱幾時有的眼，係咪真係非常好聽我？多謝大家，多謝你解通前預備，多謝多謝大家，多謝冠軍，多謝，我會努力嘅，希望下次再得，多謝。
用詞、用嚟講一場咁精彩嘅比賽，
我都好多謝你，我好多謝，我為希望自己走得更遠，飛得更高，多謝大家的鼓勵，我會繼續努力，多謝。却只能看见
我们珍惜眼前人，我们有眼睛能够看到，能够跟相爱的人天天在一起，所以珍惜眼前人，谢谢。